请这个各位祝贺嘉宾啊，要靠我把它变出来，怎么样？大家看到现在在舞台的中央放着一个透明的柱子，这里边你们看得很明白吧？这里边现在什么都没有，是不是？你们再仔细看看，很清楚哦。好，现在就要看我的魔力了。半年不见，哎呀，好久不见啊！把你变出来真不容易、啊。我刚才在台北吃夜宵，怎么突然就跑到这个我要上春晚的舞台上？哎，这个又一次在这样一个你熟悉的环境里见面，没错，什么感受啊？半年多没见到董卿了，我发现一个问题。哎，您变漂亮了，谢谢你，而且魔力也大增了。哎呀！好，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当然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建中。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首播仪式啊，那么我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礼物要来送给我们往后来参加我要上春晚的魔术朋友们，因为我知道肯定会有很多魔术师，会来参加这个节目。那么我要送的一个道具呢，非常的特别，是一个每个魔术师都必备的东西。好，两副扑克牌。那么这个扑克牌呢，跟一般的扑克牌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有你的签名。因为我有加持过，没错。上面有签上我的大名。那么为什么要送扑克牌呢？因为扑克牌对魔术师来说是一个基本功。啊，就是说，要来参加我要上春晚的魔术师朋友们，基本功能够练好，然后在这个舞台上呢发光发热，都有机会登上201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好，谢谢，非常感谢建中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礼物啊。是。好，看看哪一位幸运观众啊，特别是热爱魔术的朋友们。